想象中要难拼很多，我以为我可能一个下午拼好了就可以开始录，结果其实我花了差不多半天的时间，主要还是因为那个纸张之间的摩擦力太大了。Anyway， 也感谢 Nari 他们这一次寄来的这个中秋大礼，除了凳子之外呢，还有一个新的杂志，我还没来及看，不过看封面大家应该也能 get 到它是关于 Palace 的一期内容。然后这样椅子它应该是还可以做一些 DIY 的图案去给你自定义的，不过大家要千万注意，玩这种 DIY 的东西还是要先戴好手套，不要像我一样被刮伤了之后才想起来我没戴手套。好了，这是 Nari 的礼品。对，说一下，这期都是一些品牌寄来的中秋礼品或者是一些秋季新品，没有任何充值的内容。再过来一个礼品是来自 DJ Way 的，他们这一次跟 Johnny Walker 那一个洋酒品牌联名做了一个中秋的礼盒，我觉得很漂亮，这个包装真的很好看。它是把嫦娥奔月啊，还有一些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寓言故事之类的内容画上来了，觉得很好看。酒本身就是普通的黑牌，那除了一瓶酒呢，还有另外一个是随行杯，还用了一个杜邦纸在装，也蛮好看的。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这种类型的礼品，我是挺喜欢的。Thank you card。然后还有一组贴纸，这贴纸是给你自己可以拼这个不同 part 内容故事的先后顺序这种组合的感觉，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这瓶酒做一个自定义的包装用来展示，还不错。另外还有个袋子，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东西，就是最大号的这一个包装，这样你可以猜一下它里面是什么。说实话打开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的一个滑板面，砂纸贴好了就是黑牌的是一个包装，然后反面就是 DJ Way 这一次的画，很漂亮。希望各位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团圆。本来中秋要吃月饼嘛，然后还有观众前两天跟我说拍视频的时候吃个月饼，但是我收到就太好奇了，已经吃完了。我收到的月饼是来自 COS 的，也是老朋友了，深圳的一间潮流集合店了。老板 Sky 这次别出心裁做了一堆怪味月饼，当然不是全都怪的，四个月饼有四个味道，有一些正常什么流心啊莲蓉。那有几个是尖椒牛肉还是什么，我没吃出来，太奇怪了。总之还挺特别的，确实够难忘。然后他们随月饼的礼品还给了一个这种小的水壶袋，这个袋子不是我要放在影片里面的单品，只是说给大家看一看，蛮好玩的，然后分享一下这种怪味月饼。我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个月饼口味，你们可以跟我说一下。我是非常传统的，在月饼这方面我是坚决的蛋黄白莲蓉支持者，白莲蓉跟蛋黄是永远的神。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内容吧，东西特别多，我会尽量讲得快一点。当然还好，就他们也不是设计特别复杂的东西啊，所以我不会在功能性上做太多讲解了，就给大家参考一下上身效果以及它的外观造型和设计感觉，希望能对你的选购有帮助。这一期呢主要是讲包款，大部分是小包，有少有的几个比较大一点的包，但也不算特别大。使用场景呢基本都是在城市的日常生活，所以应该是比较贴近各位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我尽量选一些能在日常用得上的东西给大家来做推荐吧。那首先这个品牌就是叫攀山鼠，是来自瑞典的品牌。那北欧品牌可能各位熟悉的话应该知道它有一定的调性，就是非常讲究环保啊。关于攀山鼠呢，这个品牌我这次先不做过多介绍了，因为我打算天气再冷一点的话拿他们家的衣服来给大家做一个详解。 OK， 那么这次收到的两款小包也是我看他们家觉得非常好看非常喜欢的两个款式啊，不同的使用场景但是风格呢都比较一致。首先是这一款小的包，它叫做 Creed，如果我没发音读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叫啊。它容积三升，它是很小很小，非常薄，选择了非常简单的机械结构来去做一些锁止或者是调节，而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磁扣啊弹簧啊锁扣都没有，就任何能省的金属的机械结构它都省掉。比如说它这个开口，它就是一个钩子然后配一个绳圈，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始的结构，但是非常耐用，并且确实做到了用很少很少的元素就能达成其他包款用很复杂的东西达成的功能性。然后它的肩带其实也是
在这个位置可以把它拆下来，那拆下来之后，这个位置就可以把整一根登山绳用的这种肩带拆掉，这个包会变成一个裸包，那用来挂他们家自己双肩包的外面当做一个副包，因为他们家的设计语言就都是用这种伞绳或者在登山绳、帐篷绳之类的功能上的扩展，就像我们其他包款会用 Molly 系统一样啊。他们标志性的有一个三角形的反光区域，我知道你会说这个 logo 怎么看起来那么像来自东洋的某 A 牌，对吧？但大家不要搞错了，攀山鼠的牌子成立于1975啊，他们在户外，尤其是徒步和攀山这一方面的一些领域呢，其实是做得非常非常久，他们自己家也有很多，包括面料也好，辅助技术方面的一些专利啊，30多种，我觉得挺厉害的。他们家衣服的设计和配色都非常好看，给人感觉就是穿上来一点都不会觉得哦，这是个驴友，就没有那种特别艳、有点俗的感觉。他家颜色选的挺高级的，材质什么都不错。另外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他这一个背带调节的这个扣子，他真的是做到又简单，然后又好用。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弹力塑料扣，用塑料扣本身的弹力加上两个错位的圆环呢套住这个绳结，错位的情况下就固定死了，然后你把它捏下去呢就重合成同样的一个水平线就可以调节，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里面容积也不算小啊，全包都防水，我觉得还不错，这个价位大概就是400-500吧，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我觉得还不错，蛮好玩的。然后它颜色也挺多种，大家可以看画面上的一些上身示范，我背上身大概就这样的效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搭配，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可以给一个分数看看。 OK， 攀山鼠的另外一款包是一个手提包，这么大，它是23升的，名字叫做 Gable， 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 Gable 不会是胳膊吧啊，他家命名很奇怪，还挺有趣的，他不是一个无聊的品牌，他命名全部都是用他北欧神话那些神或者是一些故事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包看起来平平无奇，好像就是一个尼龙带嘛，然后加两条绳子，没什么特别的。它的好玩的地方在于它的尼龙带是可以收缩的，就是平常看上去它是个23升的大的手提包，当你想斜挎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压下来，它又缩扁了变成一个饺子带的感觉，然后你可以这样斜挎，就非常的便携的同时能有多的形态变化，并且当然它也是非常轻量，便于折叠和收纳的，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比如说是差旅出去玩的情况下塞一个去行李箱，偶尔买点东西你就可以随身带着，当做一个购物袋或环保袋的感觉。这也是99%都是可回收的，据显然都是达到他们瑞士自己的那个蓝标认证，然后里面就非常简单，没有太多的分隔，有一个小小的内袋，你可以放一些证件或者重要的东西，好像不用的时候这个袋子是可以整个缩小然后折叠到这个小袋子里，但是我没有这样试过，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已经是非常轻质非常薄的，就可以直接这样叠一叠，收得很小，主要是我最近也还挺爱用它的，我就没有把它收起来。然后伞绳的上面呢也做了这一个小小的护手，就哪怕你装很多东西也不容易总觉得勒手，它其实还挺能装的，然后并且装很重你也不会觉得说担心它撕裂啊、开线啊什么的，整个面料质感还是挺结实的。这个跟刚刚的袋子价格其实差不太多、稍微贵可能的100左右吧，然后拿上手的感觉跟我人的大小比例你可以看画面参考一下，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日常了。下一个品牌呢是老朋友 H&K 了，熟悉的朋友应该看过，我之前有分享过好几款他们的包了，有大的双肩包，有小的一些包，他们主要是做胡椒盐的这种复古军包，那除了特别复古的那些款式呢，他们其实也有在尝试做一些新款一点小一点的包，更加适合城市日常生活的。 OK，H&K 这次我收到了4个新的产品，但其中两个是新款，两个是旧款，我们先讲旧的一个款式啊，虽然说它是旧的款式，可是它是新的面料或者说材质吧。首先就是这一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 rolling bag， 那之前我收到同样的 rolling bag 呢是胡椒盐面料的，然后皮质都是黑色的配色，我不知道你们这两个面料你会喜欢哪一种，这个是indigo 蓝染的这种油蜡布，然后这个就是黑灰的胡椒盐，拿到手的质感油蜡布比胡椒盐要硬很多很多，拉链呢依然是经典的 Taylor 黄铜拉链，有点能拉但是非常的结实耐用，里面就还是一样的橙色内衬，没有太特别。那它这一次的这种包装棉布袋比旧款要硬挺了很多，我觉得好了一点，不过旧款那个感觉更天然吧，那么组织外没有太特别的地方了，肩带还是一样的，一面皮一面跟包身同款的面料，然后是用这个鹿角扣做快速调节，很经典的一款包，同样上身效果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了，可以随意打个分看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新出的款式，然后也是新面料，就是一样的油蜡面料，我选的也是蓝色，因为我觉得蓝色比较衬，它是一个手机包 phone bag， 这手机包其实还挺大的，比我之前收到那些手机包都大不少，它可以装 Pro Max 是没有问题的，
看我的 mini 跟它比就非常非常的 mini。 如果对我来讲放 mini 的话，我甚至可以把钱包钥匙都丢进去，但它里面没有分隔，我就不会这样做了，顶多放一个手机，放包纸巾差不多了。还挺可爱的一个小包，然后上身效果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好玩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闪绳的收口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黄铜扣，背上身的效果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扣子的位置，我觉得它把我自己的就是背起来的时候有点勒衣服，但是它对于这个包包的收口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性的，因为它可以缩紧这一个开口的程度，让里面东西不容易掉出来。那除此之外就没有太特别的地方。这一次的肩带就用了这种非常非常小的垫肩，然后是有一个凸起的，我觉得还挺好握的，不管你是拎也好或者是背肩膀都还挺舒服，比较贴合吧。然后一样还是用闪绳调节，就是挺轻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小包，适合城市日常用，或者是哪怕你去野营你挂一点随身物品在身上，非常便携的小包。然后还有一款新的包款叫做 Another Bag， 但是面料是胡椒盐的面料， H&K 他们家的胡椒盐呢都做了内部的这种副胶处理，所以它是防水性肯定没有问题，质感上呢会比油拉面的柔软很多。但它这个有点奇怪的部分就是说它拉链隐藏在这个皮质盖板下面，拉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方便，而且我觉得唯一有点在视觉上不太和谐的位置就是这个拉链头感觉有点过于大了，对于这个小包来讲我觉得可以不用给这么大个拉链头，绳子跟刚刚那个 foam bag 是一样的，然后这一个穿孔这种固定绳子的位置和设计逻辑也是一样，我还挺喜欢这种反面就是两个猪鼻的装饰，就很复古，很衬胡椒盐的这一个面料，上身效果你们可以在画面上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尤其是胡椒盐这种小包包还挺适合男生冬天这种比较厚重的衣服，比方说那种棉服啊，一些马甲之类的都还挺合适的。现在来到最后一款新款，也是油蜡面的，但是它是旧款包包，这个应该是叫做 walk bag， 那这个是大号的，我之前收到过一款小号的 walk bag， 是胡椒盐面料，这样子的，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种，同样的款式，这个包我觉得就挺适合女生的，然后它造型也非常经典，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大包的背后会有一个皮质的这种放名牌小的卡位吧，然后小的包是没有的，因为它太小了，但它在里面有，没记错的话，对，它里面是有的。这次这个油蜡面的大包里面就没有了，然后里面是这种比较光洁的感觉，像是尼龙面料，就不是橙色的这种棉质的布料了，质感不太一样。不过油蜡面的好处就是它的形态比较硬挺，然后我喜欢的这一个颜色它是有点象牙色米白色吧，然后配上这种原色的植鞣革，原汁原味的感觉，然后这个是你可以慢慢养这个植鞣革，让它有你自己身上使用的痕迹，然后这个我觉得挺适合冬天的，它能在厚重衣服感觉的基础上稍微给人一种清新或者温暖有点温润质感的这种感觉吧。这是 H&K 他们家的一些新款，那配合刚刚那个袋子呢，有一双新发的 Reebok 跟 FR2 联名的鞋子， Reebok 现在是被 ABG 收购了吧，所以他们最近感觉联名动作包括发新品的节奏还发的还挺频繁的，我收到就这一双纯白一双板鞋，在这边把 Reebok 的名字换成了 Rabbit， 后跟 FR2 就还挺可爱的，主要它内衬呢都是这种仿兔毛的感觉，毛茸茸的，然后上脚的效果大家可以如图所见，也是九月份发的一个新款，正好收到了，看能不能蹭一下。那就顺带一提，这是 Look 的一些大家没见过的新款了，有一些是旧的了，只是我用来蹭这几个包，顺带搭一下。穿搭的单品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在包包上面。好，那么再过来一个品牌呢，是 Silson。其实这个牌子我也关注了一定时间了老早前我就尝试过一两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最近呢，是咬鞋的朋友寄了几个包款给我，因为他们在全网算是 Silson 的独家代理了，咬鞋 Snap 你应该听过这个店铺吧，需要海淘的鞋子我会找他们买，就还挺不错的一家店。然后他们这一次呢也算是新尝试吧，除了球鞋之外做一点别的领域的一些尝试。那收到了这几款 Silson 的包呢，其实他们没有太按季度分的，虽然说他们是按季度发布产品，但是他们的款式不是说每季都做全新的样子。我分享的几款呢大家应该还都能去买得到，只是量多量少的问题，我也不确定库存还剩多少。OK， 我们从大往小开始讲好了。首先就是这一个双肩包，它的型号叫做 SC22， 22应该就是22升的意思了。上面这个花不是包包一起的，这是我自己觉得好玩后期加上去的。它整个造型呢有点像一个登山户外包，但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符合城市使用的一个场景。这里挂了一个金属 S 扣，有点小装饰感，两边有个水壶袋子，哇，都还不错。它整体的包型呢
其实大小有点像我之前分享的那一款酸雨，但是没那么方正，这一个比较不规则一点。然后装东西呢，也不会说百分百把它所有的空间都装满，我觉得这种包就不装满的样子是比装满要好看的啊。这款包所有的拉链全都是防水拉链，带了一些这种辅助的织带跟扣子，背后还有透气背负板跟网面，不过就不像之前我分享的一些包款那么多可扩展性和一些替换的一些模块都没有，它是全都固定死的。整款包的拉链一共是两个大开口啊，其实是通向同一个主舱。正面顶部的大开口呢，拉开之后就是这个 C 型或者叫 U 型开口吧，打开这样子，然后方便你从上往下拿取，比方说是你放电脑进去也好，或者放一些杂志什么的，一些收藏的东西从顶上开。然后侧面还有一个拉链啊，这里是我另外装了一个拉环了、啊。不过原装的话它只有一个短的拉链头，我觉得不太好拉，所以自己加了一个环。这个位置呢就是还是相同的，正面的内侧里面有一个暗袋，还挺深的，一直深到底部的位置。然后里面的空间呢，就除了一个电脑仓之外，就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大空间，没有很多小间隔，但是用起来还蛮舒服蛮好用的。电脑它是可以支持放到 15.6 的 MacBook Pro， 就我自己那台是放进去没有问题。然后顶上还有一个小的拉链仓，来放一些细碎的物品。我自己放的都是什么纸巾是纸巾，然后唇膏或者是香水瓶底啊之类的。在内侧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小的拉链袋，这我最喜欢，我觉得包包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位置，在顶上方便我拿一些重要的东西，然后它够隐蔽的来，同时也不会太难拿。我是很喜欢这个位置有一个小袋子，钱包证件什么的我都放这里。其实这个袋子可以这样掀开，然后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拉链，但这个拉链拉开没有太实质的作用，它是可以把背负板取下来，但是我没有取啊，因为我觉得取了感觉背负效果就没那么好。很简单的一个包，没有太多复杂的功能性，大家直接看一下我上身的效果就好了。我还挺喜欢它背上身的那种效果，因为它侧面这里还多了一块有点像护腰的感觉，虽然它不是真的登山包，然后这个腰带很细，但是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形态，感觉整个包就好看很多。然后它正面还带了这个弹力绳，不过可惜的是它的头固定死了，然后我又不舍得剪。其实如果它没有固定死的话，可以给人选择要或者不要，不要的时候抽出来，我觉得也挺好看，干干净净的。那装上弹力绳呢，它会有点户外感，但不是真的户外，就是 urban outdoor 的感觉吧，这看你自己喜欢。全包体的面料呢都是这种防水尼龙，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纯黑色的话，它其实还有另外两个颜色是纯银色的Denim 的那个面料，还有一个机织 Denim， 我觉得都不错，大家看自己喜欢去挑。那么就讲到它后面几款包，其实他家所有的包款主要用的也就是这几个材质了，一个就是纯 Denim 的，就是银色那一款了，然后就是这一个黑色尼龙，再一个就是机织的 Denim 面料，就是他们还挺喜欢用 Denim。 简单讲一下 Denim 这个面料，它是目前我们知道的人造可以造出来的强度最高的材料吧，应该可以这样定义啊，就是它在相同的重量单位下是钢铁强度的15倍，然后并且它可以浮在水面上，所以它在尤其是渔业工业方面的一些应用呢是非常广泛的。其实这材料也不是很新的，有20几年的历史，但是在民用领域呢其实用到的地方并不太多啊。一些时尚品牌喜欢拿来做包款，做一些衣服的装饰，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但是如果你说整件衣服都是那个银色的尼玛来用的话，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并且它挺吵的，讲真的。哎 ，OK， 那过来第二个包就是这一个叫三合一的包款，我觉得它很像一个那种僧侣化缘杯那种大布袋，但它背上的效果真的很好看，是我这里面的包我觉得上身是最帅最好看的，但是又很难在画面上还原到肉眼看上去的那种帅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这个靠大家自己想象吧。正面很简单，它整个包的结构是超简单的，四四方方，两个角各有一个飞龙的磁扣，你可以选择背的时候把它拉开，也挺帅的，它就会自然垂一个角下来。然后它拉链就不是方形，是圆形的，并且是双头拉链，你可以把它完全拉到底之后，它打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开口。然后里面呢有一个大分格，可以给你放书或杂志、电脑什么都行，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放电脑，因为它没有什么支撑或者缓冲的垫、啊、它就是薄薄的一层面料，所以这个不太建议。然后正面呢里面就有两个分格，主仓分格上面还有一个透明网兜的拉链仓，就给你放一些细碎物品，我觉得还不错。正面外面还有一个小的隐藏拉链，是斜拉口，我觉得挺帅的，这个位置可以放一些需要快速访问的零碎。好玩的在于它的肩带，它的肩带上面也有一根拉链，然后这里你是可以放一些比如说是交通卡，或者是我的 mini size 的 iPhone 是可以放进去的，大一点的就放不进去了。然后它有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为什么叫三合一，就是说它还有一根一模一样的肩带，你是可以把它转换成双肩形态的，很简单，只要你把环扣上去就行。具体上身效果大家可以看画面上的示范，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它双肩背的样子，我是比较喜欢它单肩的效果，
因为双肩背这款包有点宽，它肩带很容易从肩膀往下掉。因为这款包我觉得也是跟刚刚双肩包一样，不要装满才是最帅的状态。还有一个设计的小亮点是他们家也蛮喜欢用的，在他家之外的包款好像没怎么见过这种设计的逻辑啊，但是用过之后我觉得还蛮不错，我挺喜欢的。就是同样的一根拉链，他们会在中间给你提供一个阻隔，像这里就是一个织带加扣子，你可以选择不要，不要的话你就可以完全把它拉链合上，就这样而已。然后你把这个 feedlock 扣上就没有什么打开的风险了。如果你把它扣上的话，双头拉链就不能拉在一起了，就是两个拉链头会被它阻隔掉。但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在拉开这个 fitlock 的滑扣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快开整个拉链开口，也算是机能性设计的一个比较基础的逻辑吧，从快速拉开访问，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这是这一款，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我还蛮喜欢这个包效果啊。如果你喜欢我搭配这个包的 look 呢，也希望你在路上刷一下。另外就是一个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小挎包了，它是全等尼龙面料的，这个包的型号叫做 WBM， 它还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但是更小一点尺寸的，好像叫做 WBS， 这个就是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它也有一个这种双开拉链，然后中间用磁扣来做分隔的这样设计。不过这个就没有办法把它合在一起了，它是固定死在这个位置，就一定是分开的。但好处就是说它这样可以快拉，如果你不要快拉的话，因为它是防水压胶拉链，所以其实快取不会像刚刚那个那么方便啊。我建议还是需要拿哪边的东西就开哪边拉链口就好了。这包别看它好像不是很大，它其实可以放到 iPad 进去，当然不是 Pro 的那一个系列，就正常的 iPad 是可以放进去的，并且它的风格真的很多，然后非常细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尤其是它这种立体剪裁，看起来好像薄薄的，其实还蛮能装的。我甚至可以把我的相机装进这个包里面，还能装我的钱包、我的钥匙、手机，然后一些纸巾有的没的这种零碎都能塞进去，并且不会显得整个包型很奇怪，本来就不规则，还挺聪明的这种设计。布料啊、织带什么都不是特别强韧的那种，但是在城市日常用绝对够了。然后内部呢，打开里面是有一个分隔，分了内外两层，然后分隔自己还带一个拉链仓，放一些隐秘的东西吧。然后前面的盖板内侧还有一个拉链仓，就它所有的开口基本上都是有拉链的，背后贴身的位置还有一个拉链，然后这边的拉链头还是同心直锁，就真的是很贴心，非常适合收纳狂魔，这个小包也是我很推荐。然后他家的所有的风格背在身上呢，就感觉是具有时尚属性的机能品牌，应该可以这样去定义他们吧。就比起真正的比较有军事化味道的机能包款来讲呢，他们更适合时尚精的一些日常的都市搭配吧，不会看起来太像个军宅啊。同时还有另外一款差不多尺寸的小包，这小包型号叫做 H1， 很简单的名字。那它当然也是有 denim 面料和这种黑色尼龙可以选，刚刚那个包也一样啊。这个包开口的逻辑更简单，它这个盖板下面两个绳子就是固定到这个 S 扣上，然后两边都固定死呢就打不开了。但是不要以为这样就访问不到，其实它背后有个拉链是压胶的，拉开之后呢，它其实访问的主仓跟这个开口打开是同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它主仓是有两个开口，那盖板掀开前面是有两个零碎的小兜兜，然后主仓内部的正面前面依然还有两个小兜，就是也蛮多地方可以收纳零碎。然后它的包是 Cordura 的尼龙啊，就还挺耐磨耐用的，我这个也是用了有一年左右吧，没有什么任何破损，全黑的质感呢，背上身其实也算是蛮低调的。在做这个包型的时候，也是像刚刚那个包款一样，有一点立体剪裁，它的位置捏了个褶，然后看起来背上身的时候不会太单调，平平板板，算是有点肌理和变化，还挺好看。上身效果你可以看一下，这种小包我觉得都是还挺适合日常推荐的，而且它没有什么性别之分，男生女生都可以，你什么风格都没有关系。那然后最后一个，Silson 的包，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真的很好玩，我一开始拿到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想要把面料来这样使用做一款包？我日常用了几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包叫做 SA， 它长这样。那我这个也是 Denim 的版本，当然它也有黑色尼龙版了。乍一看平平无奇，它超级超级薄，它其实就是两片薄薄的 Denim， 顶上加一个防水压胶拉链，前面一个带弹力的网兜，就这么简单。连接方式是一边 S 扣，一边这种快开。闪绳调节扣，很简单的使用逻辑，但是上身效果非常好看，而且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夏天这种轻量化出门的感觉，衣服都不想多穿或者都不爱穿任何多口袋的衣服裤子的情况下呢，你又需要揣一点零碎在身上，这种轻薄的小包就真的很合适了。我不知道女生那些零碎够不够装，反正对于我这种直男来讲呢是够用的了，很薄很透，就可以看到我的手，这也是 denim 面料的一个特点，这么薄的情况下也是
随便拉扯都没有任何问题。那其实 Denima 这个面料还挺有意思的，他们除了做这种纯银色的纯 Denima 的分子面料之外呢，还可以把它融到其他的一些人造材质或者纤维里面做混纺啊，你可以做鸡织，然后可以做针织，甚至可以做碳纤维，挺厉害的。给不了解的朋友也是稍微安利这个材质拿来做包包，我觉得只要你运用的好呢，还是挺帅挺好看的。 OK， 那么这是来自咬鞋 Snap 给我的一些 Sales。 那么搭配所有 Sales 包款呢，我穿的衣服都是来自吕老师共生效应，他们这一支2021的秋冬款，比起传统的那种特别夸张的机能感，我觉得他们多了一丝 hippie 的味道，比较好玩一点，然后穿上身的状态是我非常喜欢的效果，所以我也是想尽量把它这种风格给大家展现出来，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这样的感觉。大家如果有留意到的话，会看到我脚上穿的鞋都是来自这一双，我用了同一双鞋，因为懒得换了，实在是太多包了。这双鞋是来自 Saucony 最新的一款产品，如果我手脚够快的话，估计看到视频的时候应该刚好发售，它应该是这个月中发售，名字叫做 Cohesion 2K。 Cohesion 这个鞋型不是什么太新款的鞋型了，对于 Saucony 来讲呢，应该也是迭代了十几代的一个老鞋款了。当然这双 2K 呢，我觉得它是比较像日常休闲的款式去做的设计，就非常有那种复古未来的感觉啊。尤其是鞋舌这一个小小电子表，这种设计还蛮好玩的。1898就是 Saucony 的品牌成立的年份，后跟也有。然后整体的鞋子呢，用的还是 Great 科技的缓震，外底做的效果也不错，就很有老爹味，但同时呢又足够的酷，足够的有那种千禧年对于未来畅想的这种感觉，复古未来的效果，我还蛮喜欢这个鞋上脚的。然后它脚感也不错，不过它比起真正那些在千禧年左右设计出来的跑鞋呢，它的包裹感没那么好，就鞋身的设计也比较软，材质也蛮软的，所以说你脚穿上去呢不会有太强的包裹感，但是中底的承托还不错啊，就几百块我觉得挺值得的了。这种效果穿上脚的感觉透气性也不错，适合压马路，贵科技的缓震确实舒服。不过我目测脚上穿起来的感觉应该只有后跟有，前掌应该是没有了。 OK， 这双鞋除了我这一个银灰色之外，还有另外一款显色一点的蓝白吧，应该叫做我到时候会附图片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不知道你喜欢这个鞋，我还是蛮喜欢，最近这几天一直都在穿。那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品牌其实是这个月才发的新品，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牌子，之前没有很了解，但是拿到手感受了一下，我能感受到他们设计逻辑，但是又有点不太 get 到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是来自 Colin Sport 和 Polycon 联名的一个系列。首先看一下，这是他的包包，有挺有年代感的这种霹雳腰包，有点像Rich Brian 那一首 MV 里面用的那个款式。但好玩的地方在于后面这一个拉链，贴身这一边拉链拉开之后，除了它可以放东西之外，它里面揣了一个隐藏的袋子，打开之后是这种半透明的 Cordura，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个人把它理解成比如说你去海滩玩，它可以当一个干湿分离的袋子，就装一些游泳回来的泳裤或者是拖鞋之类的，总不会弄脏你自己包里面原有的东西，同时它又能提供一个比较大的容量。然后这个包也是可以单独取下来的，取下来之后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半透明的包包，然后它还带一个束绳可以收紧，两边的扣子是给你扣在这个腰包上面，然后当做一个扩展，意思就感觉好像是把你的正常腰包给变大。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啦，我对于这个不是特别感冒，这个 idea 也是蛮好玩的了。那是这个包款。那另外我还收到了一件衣服和裤子，我就不上身了。能看到他们的设计语言还蛮好玩的， Colin Sport 应该算是这一次的联名主要制作方吧，所以说也贯穿了他们品牌的一些基础的设计逻辑，就是说他们家所有的衣服都是可以收纳成这种小小方块的，这么大件衣服把它叠，然后叠成这种小小的样子，叠好了就是这样子，给你起到一个便携收纳的效果，并且它在成为一个小包包的同时，它还能装点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两边都有一个口袋，这就是他们的主要一个设计语言吧。这是一件单独的套头衫，然后另外还有条裤子，一样也是能折成那个样子，但我就懒得操作了，你们看一下就好。效果还不错，就它的口袋位置设计呢，都挺符合户外这种使用的场景。这个裤管的拉链位置跟开口方式都不太一样，并且裤脚还多了一个这种可以收口的。多一节的这种薄的面料应该是给你塞进靴子里面用的，户外的时候用袜子包住这一节啊，就防止一些泥沙或者是异物进到你的鞋里面，挺好的设计。这就是来自 Polycon 和 Color Sport 联名的一些产品。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我后面留意我动态吧，开一期直播，然后这些就做奖品了，好吧？当然不在这期视频里面送啊，审核的人员不要误会了。
那么这就是我这一次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本月发售的新品了。那么以上所有产品呢，我再重申一下，都没有收任何充值的费用啊，都是一些品牌给我的礼品，或者说是一些秋季的新品啊。我是觉得好玩啊，蛮有意思的，挑了一些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你的生活有一定的帮助。当然每一个我都没有讲得很细啊，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你给我弹幕或留言再详细探讨一下好了。那这就是这些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还不错，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直接点下订阅了。那我是 Rob， 下次再见吧。